HS 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Avery。 今天是3月9日，是个 Day 6。 这是我们校园电视台第一次的中文公告，也是我第一次主持。如果觉得我发音不正确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有请大家多多指教哦。现在就让我宣布一些重要信息吧。所有对跳舞有兴趣的学生请注意，如果你想参与今年的舞蹈表演，你可以参加试镜。初中的试镜将在明天和后天的午餐期间进行，高中的试镜将在周四和周五午餐期间进行。午餐开始时，请带备好编好的舞蹈在礼堂等候哦。毕业生委员会明天将在 B307 举行毕业生委员会会议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请与 Ms. Thornton 联络。毕业生 Hoodie， 如果你在 March Break 之前的星期五不在学校，请到 B307 找 Ms. Thornton。 缝纫学会将在星期四放学后在图书馆进行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信息，请找 Ms. Thornton、 Ms. Goyant 或 Ms. Hall。欧泰华10年级旅行，所有表格和钱都必须在这星期五之前交上。我们需要每个人参与这次有趣的旅行，令价钱保持不变。如果需要表格，请到 B206找 Mr. X。毕业生年鉴调查，学校周围张贴着有关毕业生年鉴调查的海报，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，然后完成调查。大家还可以到 BHS 的脸书以及 Prom 和 Bella 的 Instagram 账户找到该调查哦。义工，想在增加义工时间的时候同时玩乐吗？请参阅 C103Y 的文件签署以及参加谋杀之谜满餐，加入演员阵容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体育新闻吧。户外田径比赛表格，报名表格将在本周三 AGY 摆放。练习将于下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，3月17日和3月19日开始。带棍球本周的练习在星期二放学在 A gym 举行，以及在星期五放学在 F gym 举行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则必须亲自去找 Mr. Legault。女子橄榄球，欢迎大家在星期二上午7:30和星期四3:45到 A gym 练习。加入我们为时不晚哦。田径服订单已到，请尽快与 Mr. McCurdy 联络，以领取你的订单。更多有关每天公告的信息，已在上周五在对讲机中被提及过了，因此如果你错过了它，你可以到 BHS 的校网去阅读它们哦。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，请注意大家可以在学校网站、班主任的 Google Drive、在大堂的电视以及在我们 Vice News 的 YouTube 频道上收看校园电视台哦，拜拜。